今年全国布农族社耳祭及传统技能竞赛五月份要在高雄的桃园举行，因此卓溪乡公所特别从去年底就着手办理，不仅是球类运动，还是田径项目，还有传统竞技等，就在卓溪联合运动会结束之后要确定出征的选手，希望可以为卓溪乡争取最高荣耀。今年全国布农族社耳祭暨传统技能竞赛五月将在高雄市桃园区举行，因此卓溪乡公所特别从去年底就着手办理，不仅是球类运动，还是田径项目以及传统竞技等，就在卓溪联合运动会结束后确定出征的选手，希望能够为卓溪乡争取最高荣誉。选拔卓溪乡排球队及训练等各项工作，能够让我们台球在项目后在布农运动会当中县级上的比赛能够再有更好成绩的突破。另外卓溪乡长也表示，卓溪乡内越来越多由新生代孩子所组成的团体，不管是社区发展协会还是体育相关，目的都是为了卓溪乡的发展。栽培我在储备人选，我想这几个领馆啊，这几个都是很好的将来的卓溪乡的优秀人才啊。那个领馆在时候不一样哦，充满这个好像那个弹簧腿，哎，一般甩腿就这样，对不对？他好像像抽筋的这样子啊，还有屁股也会扭一扭，充满什么活力啊！年轻人就是要这样。布农族分为六大社群，族人分布在全台各地。又以南投、高雄、台东、花莲等四县市为主要区域，预定五月十二至十四号在高雄市桃园区登场。届时，六大社群超过3000族人将演绎传统歌谣以及技艺展演，竞技田径、球类、传统技艺也开放民众体验。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